发电机持续运转，机房重地堪称医院心脏，因为空调系统必须24小时转个不停，用电量也是全院最多。MRI 核磁共振提供检查人体内部器官，冷却系统也得24小时不断电。盘点医院最烧钱设备，第一名冷气空调占据医院电费超过50%。MRI 和 CT 电脑断层用电高居2-3名，电梯和基础照明排在后面。如今电价调涨势在必行，也将冲击医界。不可能在比较便宜的时段去开空调，比较耗电的时段。我们就把空调关掉，因为医院的服务是2小时不能中断。台湾社区医院协会先发声明，全台121家地区医院，有40家已五结余亏损，26家少于1000万，等于过半地区医院载浮载沉，呼吁医疗院所电价动涨。我们地区医院平均规模如果是100床，用电的度数大概就会超过20000度，如果再涨15%的话，可能地区医院真的会又倒一片。根据健保署资料，110年赔钱医院前10名，土城医院整体结余负4.48亿元，台大癌医负2.23亿元，前10名至少亏损1700万元以上，显见不少医院亏损经营。五大医护协会也发声明，公家医院有公务预算补助电费，私立医院完全没有，也无法向其他产业涨价转嫁填补亏损。面对通货膨胀，经营者面临庞大成本压力。再调10%的电价，20000多家的医疗机构来讲的话，初步估计可能会增加电价的支出超过30亿元以上。尽管月初才取消挂号费上限，却没有几家敢调涨，如今又碰上电价蠢蠢欲动，各级医疗院所都期盼，即便动涨不成，是否也能有补助方案将负担降到最低。民视新闻林晨、林文谦台北报道。